节目里继续播送长篇谈词《顾鼎城》，由周建平、张建国弹唱，请听第五回。嘛，军在打我农在马虎时期啊，各地农商自家了，咱忙着抛尸一眼，一定要属于领资本势力，那么可以是牛得到罗生真，这心狠水辣。阿叔个老张毛出卖你，吃得命顶了，在啥时光西家搞不清楚。那现在辰光阿福阿瑞是打小林庄，阿瑞不马虎逼了，没办法，白子城西山公来嘛，地主家人家，廖毅说的没错，可以可是对个。那个百姓改得门了，吃斋的呀，来不来的？那我这来了时的百姓，我得改得门了，我到时候只要放下来了，那么屁股呢，门就有点杀掉的，什么都杀掉了，百姓嘛改得门了，那么要去重新本过来的规则啊，好，弄好了，要当心点。毛副官长李乃登的暴风放龙，那么我们过去与您军工好上打个招呼啊！哎，你打个招呼嘛，我们到时候你们吃斋的呀，我们送你坐起来好抚慰抚慰，也欢迎军工，各方东西搞好。辰光压身子，像我的困觉在这里。你的两个已经吃女的呀，当然不能进攻，但是村庄上像个狗啊，有马三人来啊，还要肥的狗叫声音，闺蜜那叫闺蜜那浪叫，这是个心惊肉跳。阿福妖精噔噔噔噔噔噔噔收过来，可不到娘了睡是不们啊，杀人得地慌的，需要对的，我有什么对他也错不真观，这种的拒绝是你要吃上通过结交一下，跟着林志文当当当奔出来去了，是你不是我也是真理一下，那么得得振作，可不学历几个几道得真神用了咱往谁称一语不刷客气，哼，通知你啥我可那那是啥那那那那不是啊，那我可那不叫知啊知名啊，那那那那位啊，好好哟，好送来走走起在是一项永远用力道得真你我龙去一刀，这一刀力道用的十来刀，有恐怖别说的给你给个，我龙去插一刀进去，用力个慢，送单出的，个单机机从雨里说出来，个单机机说了门上，是从单机上向游来。门廊有一条细香雪，上次刚得刚得你接下来就要上新市呀，打口泥居调入泥居屋子的发生了一种细节了，说清爽了，根本发生了去欲望人的，那所以现在人光心人们是这个马虎的外向弄不到拔出来大字跑了，一来嘛狗叫声音狗一出一进，我有什么叫要惊动人家，心里想嘛慌，杀个人光一个勇气，杀狗之余呢闻声发抖，到底杀人啊不是杀猪啊，个不得的跑个水水里不来的呀，为什么个不得不得手手，这如果是皮碎的有血着的把它吃，你在本年学会了了，你用力勾腿那个刀柄我龙可以开进去，非要想把
大得什么事呢？是为大分嘛？得出身那里的大瑞两高的班子对嘛？幺幺进进外进人关，到于神局还开了门喽。外带我的灯笼后其他铃铛，那么在书房里下兵包马起后，一切顺利，十个长十个多。马起后买不行，双立多年子，阿瑞尼阿诺扎两年，该当结束的，那么最贵找小铃铛。马律神用龙杀，李下林子文把罗日同娘娘安晓得一直得分晓得，根本因为你都做得比较恶，马家要的那个，嘿，就是这两年，罗日同娘娘要的想喷不到上，哪会得喷不到上呢？自从隔日子，小姐来调戏你，不然女人胆子一阵了，嘿。就是娘娘尊贵的心经玉帖，那么他女人呢闲话说着不怎么高上海那里不怎么高呢，用林子文来尊贵女的想法得告诉妈妈，那不能告我这好好都得给他点戏来呢，上级不能不点戏点戏来，那你尊贵女的女性那娘娘呢或者闲话没难高，所以这两年闲话没办，娘娘随时担心事，晓得马高是个好勇敢，阿伟的那立得有报复，有海南男人，心里想也常是个女性，所以今在压力下呢，他翻来覆去，好好就困啊，分困着个，一歇歇天亮子，雨季的蒙蒙就凉了，总归娘娘飞起来，这地上的事体呢，哎呀，家务事体完，男人。等一下在地湾里要去种地的，跟我娘娘起来到舞台里面打米拎地四，拎地四嘛仓库里带的四缸里八的那么了到底是要这位是不是他米家都没懂，他没地用啊，都是谢的，因为娘娘拎不懂，那么一上一切斗争失意嘛，一直谢的日子把无名指粮食的日子呢虽然他是要个摩地洞，那地是不开动的，所以摩地洞。到这一次呢，虽然他米大龙，我说米大龙都是没动的，啥地方里向包不上米，一十二岁不能有人吃的，没有人吃的了呀。林子人呀，牛来上子人，比飞老大天，对米食肉不得了。上来以上吃起来本人告诉吃个对两的物，你吃个五六的物挑不的物服了神了，居然忘记自己两口吃的我几个，那么原来想到哎呦我的哪种法子，今年吃我去哪种法子呢，再吃永远高的是不是是吃第一个以上的不行，那这个留一点点所以娘娘一切都正事的，这在门根睡呢在雨睡也想过来把门睡，因为中睡的两样门一张小的摩地龙，一张米大龙，雨水空了黑呢，过来把门收。那到门收了下，本来蛮简单，三个铁头子，门收了一打，咕咚，收起它，门嘎噔捞一捞开，引到老头到舞台头打米定数，真叫不得的。而且这老头门啊，给个市民神用了黑，各地分量全部吃了个门收了。这门手当时非常动作，非常生了三个铁驴子，一只手抓上去还不来事，咦，娘娘过到几个，哦，吓得阿伟的手里是腰里像落个鱼，落个鱼呢，门上像趴着，门手上蛇木头站着，是一个门手非常拔得疼。那么娘娘你肌肉晓得毛驴站拔不脱个，那么你中水的两样物事放脱，一只毛驴洞，一只米大龙，两只一头抓了个门手拔一拔，就比较好的。娘娘你中水就不放，雨水的嗷嗷进牙齿，望着门手让大楼门，过，这规矩了有两种声音。
把门手呢听开了，咕咚，那就咕咚你手把它咕咕呢打了里下的油干了，咚一来行，今这就说只有咕不咚，说好的你夸不过来不及的，你把这个四年的分量给了了，娘娘和努力像个手把它咕一来行啊，咕一来行那个手能用不到肚子往里向噗就要过来，娘娘是一车了猛个不必啊，后不离盲正机口上当一下上啊，哎呀在后期后在马路有你了破心来，娘娘一好呀，哎呀噗噔咕噜噜噜噜噗噗声音难啊，哎呀娘娘了嘿噗噔娘一呆子了咕噜噜噜嘛，怎么激动滚开去？啥嘛？你啥子没给我？娘娘是哪个的呀？上上人拔开，你的把他看到老子后两有个人破进来。你是高什么？是一个人啊？一个男人老高，当破了是高脚半边。哎呀，阿伟这也是亡人来着。哪么你发现不嘛？要进黑山。啊，夫人，快来救我！林子们心里的呀，来规矩刚才是做设备那模样那么起来不迷了这个是嘛无敌跟着我娘娘等的呀，等着听见哪里声音在干的嘛，高兴了让姐叫嘛，哎呀可让姐发生啥个事情了，腰就撑一撑放了起来，一张皮一皮哈子打一把啪出灯啊，一口门刚下地了里头一方都高下不起来，一来人家地上下的人，哼，林子万气昏，高下在面孔特别皮，那些年都亲那次照样已经进来点事，拿手的就罗痴人踢一脚，哪么发力不动的，啊，我龙去。刀兵过来了，拿手的军是啥？是什么来在龙山你屋里来呢？跟本人家没比个了，谁是这个是你大？我兵拿渣男呸，个不刀拔出来，出来就到旁边一回，记得了，我龙开个玉器拿出来，玉器了地上像一动台。根本那里一帮人把的是，说你是灭血黑了，现在就不是灭血者。再说林子们里头，那位三个这里打了么一帮人是，孙妹妹这个张二子发生之后呢，一般的糊涂过了，这是铁路一句大口一句不成，哎，那个哪里弄伤害你的？那哪里门口不学你？那以前在饭里太学你？一个地址进来把车都留下来，你们现在领起了眼上不起对高校妈妈阿家娘子这个不要长辈人没皮的了哇娘娘这个不必要哭，那我这个人就是一条个啥这条里下来哭女人大刀兵抓了刀把他站在旁边看，遇上大理的，是一转个大理的。我李相老臣一看嘛，雨春到马，哎呀，是不是娘娘得的事情？同李李相现在讲起来分化蛮个，我家人比较仔细，这男人忙出事体了，哪晓得出事体呢？你本来一家人女生。没录音给你子我给 CLG 当机一等我下得一定要报复那颗心再来了这又是来了的但你拿给你的拿我的西的门口的拿我的给了门口的把你我的自行来我告委于真的娘娘下来下去带录音毛毛哭到去给他等不等一切都是去二夫人哎大事情不好呀
你妈妈你哪弄法子呢？娘娘晓得问的下只让一人被发育起说非要是本村了给他隔壁村找关系来得好，因为南方面是种地的，公公人来载人的，是来领子人种地人生坑老弱你不上火车的，根本你哪会得有个种有高来的呢？从来不够阿姨是跟你自清明的叫你当自个的年了，我可要么是没上自己呢无人啊。高
次十多年呀是后说吧在男人妈妈两句来句发哪能发誓为什么当然尽可是拉扯不然不能快快一起嘎嘴令罪他吃高兴的哦对了你这人过个年兵不负责嘛先生根本省心爱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尸体不扣心里向你气爽高兴的意思你别别的到总总总一个人家说的稳定对啊挑自己宝的靠你以下到处漂亮好不容易小人装下自家人一样乡人登北谁看我得起我不是哪里得得虚不虚啥一来人家整个当时我真的三年讲的很来登北世纪的呀这本登不然火气高些根子我还扣不杀的呀想来想去得嘛中国不说得意不说小人说心里想后退后退啊自我得到了小鸡三鱼老师这够啊想给你功利的哎呀
对男人妈妈可以说公理不公理呢？你打了我说武动是永远不公理的呀，不然这东西开来会是有最加水的好啊。根本是难吧，我是两人之计，打算我不能用。上公妈妈的恐怖姑姑相为相无人总归搞不够兵不服，根本是难。现在人光神光色了，日多罗子西人龙灯我里面是我龙山人海我们的我们的西人独特神不计怪不绝，可里哪一法两只的是真是牺牲严人独特状态，哎，那么家里阿吃龙炕空呼吸，哎，阿不等大家说啊，是不是同意？你最好你就说什么呀？决定日期看罗西人一跑，哒哒哒哒往哪里去啊去？罗师傅正黑还来不及，对不对？陈光社的思想不正在，哎，宋朝之中罗西人把一把。听说是那天打在我过去，得你得特务马壮，是俺们西宁五百人的不能够是个龙山人，你叫死于受不？那么因为这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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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你当隐忍这了，位于这隐忍，你起身子的出这个，他比人家外分起来了，但是村庄外头围住了两个人。这个两高的高阳人分困改都让你想都懂你时光怎么为主小林庄还是给大快人呀，一路追一路有气无力，哎呀哦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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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困呢是呀不行哎哎是得了十个嘛，真正个汤书里我问大家没个知识哎我当你讲些咔嚓一撒锅一撒锅，各个都没来，天龙不来，那白龙死了在龙上。我当你讲吃饱吃饱，你干的啥个么子个？我总归死在奶水里。那啊，哦呀，拎不拎不起。那哈我看外面来看个面，哎，不得搞。哎，一个是他们一个生病，为还痛来痛去。哎，我那水也哈是吃生的。弄弄个票么子一道通过去罢了呢一道，那么一道出地他本来配的呀。你干啥个么子呢？跟我想给一点温柔呀。我那个两高的罢了一道。罢了一道，那么也是一道是。你们几个地方？头牛我是。他说奶奶我几个？那是啥个名堂？那么奶奶我就你叫哪个呢？哎呀，共产党开。我那个也是。哎，有那汤吗？哎呀，好，哎，小姑娘，啊。你看，给你奔得快的嘞！啊，刚是做狗包狗，当当当当浪进那个包狗的，十块钱十块钱，你说不对不对不对，十块钱那包狗的，不对吧？啊，包狗那一辆车几个人？回来回来啊！哎，包狗的烤牛肉叫，多少个人啊？讲的也不讲的啊？讲的包了你吃啥？啊，讲的，哎，讲的那包了人过来，兄弟兄弟，对，坐下，喂，天师哦，坐下。人家本来在那起来的呀，村庄上想听见王一海有事有讲的，有个人家有任务，叭叭叭叭叭，嗯，不任务的，下楼给他当当当当，实在没啥可可，我只拖拖拖拖拖拖，我只要去他，那么不得了，给他村庄上想谁拿起来的，我莫滚个莫滚，必带个必带，要来弄来的，哎呀，哪么人资本想讲？那个要去不能去的呢，你们是好来的，完了完了，黑个两个党一起过去，那可不认得，你哪里啊？啊，林志文是个讲的了，是呀。哎，你我问，看看，看啥个？我问，我问林志文，林志文。哎呀，林志文，我跟你们来了，是谁？林志文做啥了？啊，你们哪？
你哪里啊？那就包个人外啊！你放我来，放我来。哪么领子弄死鸡蛋？你啷个懂？你为高林心了啊！哎呀，我领子们哪里？你跟我身上去，这个腰里面给个皮来挂上，给个皮这不羡慕啊！事实上是不多啊。今日我们家娘子亲人齐备，开着门庭，这个不老张。跌进我们的家中，哦，一遇一刀已经伤民的了，我已经死了噻。我想与人一言我，我出于无奈，越是包得太平，越是将思绪抛尸荒郊，却从没装束了。哪里知晓被你们开启的了？时而将，请那位相信我，领我之恩。哎呀，林子文啊，你是从北山生那个，下生来了，那怎么给他叫你叫来？没得。那么你这个唱来不多啊？几十年还呢？过年发不厉害，过发不厉害，我弄个四年去多太个样啊！那容易弄个四年半担子给他，半个月的上色，这个财呢叫一世之财。哎，那三十的还懂个呀？哪懂呀？我那有啥不懂啊？按照你报一报股，可是要输这输实这啥？你下面怎么证明？也是对的。就那个东西那个事情嘛，那个你的就花脱个人。啊，那意思是什么？那意思是什么？意思需要有那个，干嘛想外出去的嘛？不是，想事情在不为家中了。林子嘛，你要留着，现在是个马上呼出去，你要谁让搞的？好，这个没得了，没得了，没得了。帮了不了，来去帮你帮忙。啊，这样我去帮忙，我去帮。大家在路上啊，还没弄弄。那么当，勾搭飞儿林庄，这是什么作用？那该打林飞儿水是个地板了，林志文贴个别个林锁过来帮忙。飞儿水不帮，啊，飞儿水不帮。林飞儿水是起来的，林飞儿水就是老家乡林妈妈。那么最初林志文到父亲到这里，林志文是个一个。你独下不离的房里啊，真是虚构，这个关系极好，想不到他生死地呀！开门出来一看，哎呦，阿女啊！哎呀，三幺八吧，哪个呀？哎呦，不得了噻，徒弟不得了噻！不对，你隔壁人说我是林志文啦，林志文啊，林志文门口里向是一个人，好，嘿，耍你洗头的，耍你洗头，你听我讲呢。把人搞弄杀死了，多了一个门口的。哎呀呀呀！那么林志文那里高才开出门来嘛，分析的是你们大概在里下。哎呀呀呀！那么你们来是就是弄的弄个事情去都看，那么以前把你扣进去呀，都是闺蜜。那么你上老当是十个队的，那十个都是说回个推人的咯。那么还做强的，一扣么是林志文，所以你在该在了不挨不，根本来嘛是够，在姑姑夫妻不挨不嘛，刚刚明白。那林志文回头从事乞丐，这些不把那个啊。那么林志文杀人两口子，分口子两口子杀人的，你要这个辰光嘛，一个四年前了，刚是的哦，怕死死。哎呀，那么这些记录要么到两家的口子做见证的话，这两个是穷困的头子，两家的一商量，说的我们当年失策的同地，安慰的做见证，老住的，耶，可以告诉你告诉他人，还来聊聊你的，啊，幸亏是你。科技带的是门上课，那么在这个吧，这种机器不是哎呀，还要值班？各种机器有啥好处？那么临时就像一只机器呢，这物质的方便不舍得嘞。机器呢，等到是体重心上呢，细数啥人不晓得？细数我理想的人，为的想两多个。苏特同的社会还来住的，没了。你两高的走，记着啊！两高的妹妹叫看得不是不稳，我都别得说说。哪是林小水忙的？这个是几百万的不在，是的，该当工作细数了几道，简单情况问一问，五万五下林志文，事情热闹的，讲不用难啊！我相信中国弄得清爽干啊！那一代表喽，那么林志文呢？等于讲，就把大家来哭起来一样。你明白什么呀？哪个地方嘛，那会找五岁小伙子等白爸爸妈，他去写字嘛嘞，就唱完了，简简单单的。其实呢，我浪费做做嘛，啥地方遗憾会咋变动呢？林志文屋里的情况呢，
继续拿拐进去一站，保住一站不要动啊！自家人自家要去保护，对不对？到昆山又有啥嘛？跟到昆山之余，我要姓杨，叫杨廷正。这杨廷正呢，祖辈出身，这么个人啊，一到昆山来，昆山鱼米之乡，好地方，真高水的，好热一票。想不得马上发生人命案件，只有个听见人命顶顶上那去，人命就弄得不清爽，无所谓去的，这就算了。马上关照地窖到亚月三班，直到昆山小林庄，到该当停桥出桥，几十万家打好了。杨林镇到底下守好米乡五人家家的那个方台子作为临时公务，一直比较靠北。可是要打乡去了，说不定杨月山北两边山的地北，若经过是几台的，一来人家出了个移民的，这邻居们都是一些这样的情况。书记在问人们，那么定要去你那个目的，你死了大哭。这是自由的责任，第一步应该是干正的。哎呀，这个事情不得了啊！啊，这个呢，啊，要明武作相接啊！那那那，很重重重重，哎，很重。啊啊，来这来这来，老杨先生，老杨先生。啊啊啊，学生，很重，专门你是的。嗯，抓一本是头，还有一本是线，本是头的两个，可是你吃来是真的上了天。来这次虽然是不种空药方法，自然以来与空药方法的你虽然没拿你法子啊，与这么多这片跑下来给别人办过啥个门扣过啥个门在你的城来这次安排了用不种空药门怕这谁不一样，无论病例眼光病例经历你就是你记得石头塞了几塞别个这是大家给他们来要哪里先顶着既来要请恶哎免礼免礼啊行来要嗯这个发生了尸体是这个你给我念书啊啊你是、这个、各位当心啊行行行行要清楚一点啊啊行行行哎嗯南门的大这个五岁我这边客居的这样到位的五岁了这样再给我看哪里你七岁的老人呢给一张老鸡给他了和他们阿哥张三的事来去扣个咯那么大哥来了不必门个手续谁不带准备好啥门子呢你是个勇士八号七十不得一不得阴阳事一不得奢侈阴阳事啥叫阴阳事呢老反感正式大五式三了一头这叫阴阳式另外呢这个是高量设计大好了不必呢认真懂操一切门在于的唯不记得赵永山你是现在说大年我要搞搞女的人嘛了然后一记得一道向前来于中作行的第二五力是你开的吗你年轻来你搞得开的就看跑路于事呀跑跑的你咋更不搞得开是为我自己的我以前我人用啊拿子背心了一自己的一让下开一让不干是为身拉下一丝不过咱们我操看到你两一两一股东方从对那两的叫老四面摸一摸哭一哭杀人会有伤人那么你个阴阳师怕杀勇然呢阴阳师心杀心杀勇然奢侈呢还是怕这个勇然的杀勇然与他那几期的扣上去个杀一点一点的杀一点不杀被用奢侈往这四年身上向喷上去那么我设计一个奢侈呀然后双车党会换换换计色介绍文人光与当时的那个人光或者戏出来
人至少用上呢，做心都是佛道，佛道呢来弟子搞起来教培佛大院的，现在呢搞起来新沙山可以弄一教培，来弟子没了，可不然我高门里带认真，认真当在里下，教人搞你中毒，那么认真让我的反映出来，因为认知啦与毒，就是看得出我的发黑的，跟智慧等不等高，跟一种人亏，你弄个人亏。吃皮带经常去行为怎么吃喝都是现在皮带多个跟大哥在浪吃过那是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来第一次刚进来你是谁比火队军一些输人南门路上再次第一第一第一次嘛再给他来不啊来了呢谁等着进来要可能啊你的父名是哪是一句好是为了你爱上你是的啊啊听来要怪口嗯嗯稍微忙一忙哎一个做出十年的只有两步不一样可能啊可是可嗯这个本县妇女啥嗯那要妇女的嗯做林姑娘来这就大的来一带哈大龙戏先开嗯给这人新人了可拆了脱戏人科技系是黑的，不过最近有苦，那百姓死的是黑呀，只仔细想嘛，各种亲故，早九年来各自的人生了，那么本身也不动，来与忙一忙，科技的四年面孔破的嘞，哎呦，他妈的一副死相，嘿嘿嘿，哎呀。不比人做一瓶的也是一块这个来要刚来我是个方屁呢一零一四三结束你那是一次中国四三了四年多少啊我这个四年都是负四啊我是一个负四啊你不够做日期的你哪有时候呢哎四三哎呀就是这么一刀上命的哎一刀上命对对对只有一刀吗不记得一代就是一个这样用不到记得一代就更猛的了、哎、对对对对你别的地方没有刀伤了、啊、不让我们办不让我们办不说了因有一刀已经短期了哎短期短期好好嗯嗯嗯哎我也够了你过手的你那边四年啥人告诉你这个武装啊你念过十天你念不出来、啊、这个人是叫什么名字啊你这个老毛毛给个你不吃亏那你都是个西特人自己说接受接受一个来要那高矮哟真跟我容易不懂啊我不认识狗啊这卫兵卫兵来要个啊个自己说接受你不吃啊嘿嘿嘿哎所以他无名日呢是一句哎对对对对对这个名声念就不出来了哎你不吃你不吃哎呀这个杀你高跟他说呢来的女哥来的把你们马戏和我咦老子怕你大惊小事小林长老上脚来那这一代小林长老发生人命恶疾啊话说的嘞但是做了啥个野迷的叫你质问的了好像经飞飞扬扬马腹带着马戏和马小林长老来他都给当人的叫叫乖乖阿福的小燕妈妈是哎呀阿福啊好像你那是平常我们到山高山宫的就没到去看看怎么人啊我不是来去人世事哎对啦人之世事之余嘛可知之余嘛那么来牛哥出哪我要我牛哥嘛哎我到毛巾那么一些事公司你来找我们来还要去哭他两三个哭不吃苦我跟不白发官要做做事情哎把百姓口口管哦哎对对对搞哭搞哭非着你那搞起来晓得我晓得了身上现在了够得给得了呀哎不晓得不晓得是过来哭哎那么翻译怎么哎呀哪个不个了干嘛呢根本老老不是进去啊啊那那去了那等着了啊马虎要进口了跟着我龙飞也能试试做嘛呢人们心上了神用了我自家东西了哦你在这水沟来口口不想不晓得是一个是啥人做工没好好呀老李的老先生不要做年可可可可可可喂喂喂喂
哟，你说啥啊？我就是你了，跟龙飞爸爸妈妈是熟悉的老师那边，关照那些春调，完了完了，西宁帮被黑出西家，我们家西搞，跟那自个也黑出西了，你都来了这样的。那些狗，我跟你讲啊，龙飞我对西宁非常反感，你说别人，说怎样人啊？哎，兵不服你抗压满腹阿林大，那就是打高拼机会的知识兵，上去呢，实在难不过，有肯真让我兵子等位啊。不当高吃饭，一高人高我高吃了猪嘛，把人高是好个子。哦，我你看，我可可要不抗议了，可以可以可以，我你多养啊，啊不，我这个啊，哦，这个还是你看呀，跟你不晓得的，这恁恁这恁恁恁啥意思也可以了。你根本你进过不来，可可可给他洗这个年，你个两三万出来水涨涨，一来分车，你屋里向本来让吃，给他洗这个年。你买的不来水山吗？那么你才来扣扣扣。哦，原来是这样啊！我给你扣那个啊，辛苦辛苦不妨。咱们俩先开来啊！我俩先开来，那扣了那扣了。啊 ，N 十零大一些，哎，你他要扣吧？哦哦，那不是工号，一扣那是一人双心，一动眼，哪一动眼？一睁眼睛，当中一动眼，这两动眼里就是错怪。哈呀，我是都高，那我都说对你了，西山我神勇神山，你都蛮高的，有事了呢，我怎么出来给三方西山是几岁站下不得把人家弄上来，等你等你上要了哪里，我们来去干什么山呀？山呀！可见个阿福哭出了啥面大过来的领子，这是神西山历史一战。这农村也没太一次，也从来过这样。哎呀，哎呀，这样不担心，那个是你大王身上人用呀，那几口伢伤心的嘞。哎呦，那样那样，可高，我又在想，那下下的的，人用人身上是可难呀。我有一点人光，气得嘞，整个不明不白，被人家哭上去没说个呢，那够嘞，哭。姑娘，大哥娘看啊，你们山下来的，你兵部公子呢，在山下面最最汉子啊。没么事的，大哥来看，心里总归有点慌呀。是我关家门户弄的弄啥的呀？大哥来一看我们，看个群众，眼开眼闭，真无人比得上慌啊！村里的些来，都对我的宠物是我好管。那么，怎办怎做了？哎呦呦呦！哎呦，阿花！哎哎哎哎！说的是你神气啥啊？真叫妈哭了容高大，当前只是。也为怕月升西山，那虚挂虚去虚度上，不为力啊，是一个女东家。吃一刀，所以在人身上口口内非要逛逛，我就没办法想。你还是为自心中的功啊道，你年纪不是小，隔壁老老你中哑巴，你年纪没多少，是不是？可别老让我这边给你们听在气给弄大来上古法马一口最近嘎生与嘎大吃吃走不不看这路上定把子来生哎，我讲的啊，模样呢，这个是阿弟我通人，后来一稍微讲的相对的，说什么不能旁边的百姓听的呀、啊？哎，任先生，我有个任先生。
方，你的身中是如是家，勤勤恳恳都行来，很善呐、啊，老心的是一个我讲的，若不保持住，很难下。哎呦，阿花，你当我想办法去抱姑娘，我这个讲的被龙山里外边当我抱住啊！老车已经抱个了呀。打报到你消息，只望是兵报了，也不得了噻！现在辰光南高雨在，那么至于今南高雨么，再好不咯？就这无名氏体会也太易了。过南高上，你讲你，一听么一喊，兵农虎豪，毛高个张望先生，是现在兵部公司呀，毛军才，毛七虎社呀，那老哪里？要进来了呀！杨廷正一急，他来手手三根胡子把他要死光。到昆山来做过水务出卖的啊！董丽芬来了，人命安置来了，那个牛哥堂堂兵不服，个个是替我弄心上，我好像都是的。只有接杀的，要最起码收的。干嘛是个当面拐上白上领七分咯，蛇心思呀呀的些子，可手心思啊真正老子的公子说了，所以思呀都给他小领庄呢，那么蛇心思呀叫你是大可我为再说